張志明同余春嬌咁喺一開始七日裏面認識咗之後，後面發展係點咧？係咁，好多人都關心佢哋嘅發展，咁所以我自己又好中意呢兩個角色，咁所以就又好想再同芝麻同埋阿樂仔合作，咁所以就發展咗呢個續集。其實都係唔係好多次有機會可以有一檔戲拍續集嘅，大家又會係喜歡，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我第一集嗰陣時好似係未結婚，係啦，咁啊煮咗三文治啦，咁第二集就結咗婚啦，大家幸福啦。Sales 就可以感受到工作的人情冷暖，同时又要受气又要叹气，不过咁最开心咧都系最后见到客人咧一个多谢同埋开心的笑容。咁所以咧喺度咧我就会同 City Good Jobs 同埋所有嘅就职零售业嘅朋友打打气，香港系我哋嘅主场，我哋靠晒你哋噶啦，零售最强。其实我好 respect。亦都好尊敬一啲零售業嘅行業嘅朋友，因為我覺得你哋每一個都好犀利，隨時都要應付一啲唔同嘅客人啦，服務一啲唔同嘅客人啦，又要隨時變 Nike 啦，要解釋唔同嘅產品啦，又要保持笑容啦，就算即使個顧客點樣態度都好啦。咁我覺得呢樣嘢係，就算我打波打幾粒鐘我都攰啦，你哋每日都要企成十幾個鐘頭。又要繼續 keep 住呢一份笑容同埋親切嘅態度，我覺得你哋係好犀利嘅。所有零售人士，我余文樂同 City Good Job 一定會撐硬你。